那我把你带回家，我哭我哭，放进我的牛奶锅，我哭我哭，煮成一碗汤。台木台木，对不对？再加一点香草。台木，请出题。好，接下来应该 OK 了哈，差一点唱简单的，大家都会唱，所以给你们五秒哦，来，字有点多，等一下，五个字而已啊，三二，刚刚都唱出两个字，哎，真的，一不小心唱出，对了哦，期待祝 you 会，哇，好，都会都会，国歌了这个，阿妹哥，再会。其实甜甜可以出一点儿歌会不错，那你对不对？又有很简单，你看你有小朋友，对台木啊，你就如果唱嘛，如果有一首歌是你歌，你的歌，那就红了。蘑菇蘑菇，哦对，我是藏在角落蘑菇蘑菇，那我把你带回家，蘑菇蘑菇，放进我的牛奶锅，蘑菇蘑菇，煮成一碗汤。台木台木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叫做蘑菇白痴哦，蘑菇浓汤，哎，对，蘑菇浓汤，对，所以我说甜甜最适合唱，你看艺人那么多，有哪一个比他长得更像蘑菇？要刚好适合啦，适合很重要。黑啦黑啦，就跟他们一样，就慧茹那么会唱，一直没有机会出唱片。有了，出出出唱了，他出出唱了，出现歌。Seven Seven， 我前年还有入围金曲奖，他出了出了。慧茹出七张了，出了七张。慧茹去年是金钟奖，真的是为善不欲人知。他因为他现在在主持节目比较多，对，他。也是七张，今年刚好第七张，中佑也七张了，那你还要拖别人下？他也是七张。Lucky Seven， 他准备要第八张，就说那个慧茹被有，哎，小包你在这干嘛？老师他也是，他也有。好，来，现在目前分数，